们今天是会讨论那个奖励条款吗？关于检举那部分，我们会讨论很多。工作人员忙进忙出，准备资料和茶水。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第一次开会，第一刀先砍向哪？委员们三缄其口。委员，我们今天会讨论到那个检举条款的东西吗？那还没有看到会议记录，他们两个也会开的记者会。匆匆跑进会议室，对于会议内容不愿透露任何头绪，但会议桌上桌卡秀出调查一组，看起来煞有其事。但身为委员，面对大众用高道德标准检视，追党产资格被质疑，在网络上曾经挺过私报公正的林哲伟，快闪躲媒体。因为各界就是说那个道德检视这件部分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知道我跟你们讲。面对执政党磨刀霍霍，国民党传出年底即将面临断炊。目前为止是没有断炊之余，然后我们会尽全力设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已经发了通知，暂时对月退跟那个18%的哈，请大家能够共体时间了。洪秀柱坦承蓝营财务确实有困难，全代会上宣布暂停发放退休党工人员月退休金以及18%利息补贴，并且节省发放现职人员的各种奖金和福利，共体时间全面备战不当党产委员会挥过来的每一刀。谢克市长主持 NC 小组特别报道。